어디서의 보긴 빌어 留不了 家留不了 兰州 哈喽哈喽，走走走走走，来进来吧进来吧，来。谁呀？山东的早上好，嗯，给你发任务来了。啥任务？对，今天任务比较特别了。我们导演组在踩点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兰州一个很有特色的，而且特别有幸福感的地方，就是黄河两岸的公园。 所以今天呢，也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兰州市民活力满满的早晨。任务卡请各位翼装后，和你对手一同前往公园。这么早到公园，到底要干什么？顺利完成任务，并且不能被叫出名字。用时短的一装获胜，不能被叫名字。是的。这个翼装是要怎么翼装？是要我们。 扮到别人看不出来的样子。来，这是我们的装备。好。行。哇塞！我爷爷打太极都不穿这衣服。啊！我好像前两天跟我妈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感觉的颜色。 这是个男士假发还是个女士假发？男士。你确定？哎，你把我弄成零一那样。嗯，可以，非常有那个味儿。 是个老人，年纪大了，动作不能太快，走吧。可以。呀，这是老凯头。 哎呦，贵庚了？身体很好的。最近身体怎么样？欠佳。哎呦，年纪大了，啊，要注意身体。我给这个老李头打电话，他也没有接。嗯，老沙头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跳广场舞去了吧？可能。毕竟年纪这么大了。 见一面少一面，太狠了！哎呦，来了！嗯，哎呦，这人我真没认出来，什么脑子的小子？哎，为啥女的装上都看不出来了呢？我说上天最快是因为……啊，没有，算了，我不说了。完了。 行，在出发前就注定了失败。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觉得沙爹是最明显的，太明显了，沙爹的眼睛。他办了吗？真的，跟他平时是一个造型。嗯。咱俩是不是得设计一个什么人物关系啊？因为我得有称呼，对吧？因为你要展开一段表演，人物关系就是兄妹吧，简单一点，对啊。 嗯，凯哥离，嗯，任务卡，哎，还有任务，该调整的任务。嗯，我老花了，你来吧。你远视是吧？请前往兰州一员，找到踢毽子的市民，连续接到5次传过来的毽子即为成功。哎，5次是不是有点太简单？太简单了，加个0。
五十次。新找到舞龙的身边，练习后能够使整条龙腾空不落地，坚持十秒即为成功。请找到玩太极柔力球的市民，练习后完成指定动作，得到市民认可即为成功。请找到打篮球的市民，任选一位，和他比定点投篮，赢过对方即为成功。哎，到了！被发现就即为挑战失败就回来了呗。我少说话，你多替我说。我演一个沉默的人啊，别穿帮。不能被叫出名字。Go， 走。哎，咱俩要不要先热热身啊？一会儿要舞龙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得稍微活动活动？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大的强度，因为舞龙的大爷咱都搞不定。也是，对不对？对。完了，我好像被认出来了。我咋那刚那女的看我乐呢？感觉像来接头的，咱俩这样不像来健身的。先观察一下海印，这人家都一对儿的，大爷打得太好了，咱俩整那个去吧。嘿，我就觉得我这身就跟他们就这么配呢，就这玩意儿可不好学呀。哎，真的，这我，我们就学这个。这个不是我们邻居吗？啊，这你也出来运动啊？对。穿这么多啊？最近腰有点不太好。哦呦，你要当心一点啊！你也太像了吧！哎呦，你儿子给你买的吧？哎，对的呀，你看一下，这是我儿子的手杯呀。哦，你看。哎呀，你儿子可以的，对你好的。你看我女儿就给我买两碗泡面吃吃。早上就你女儿对你很好了，好吗？是吧？哎呀，去上这儿来也没人认识我。是啊，我估计都叫不出我们名字，真的没有人认出我们来。真的不会有人往这方面想啊。小林啊，跟你年轻的时候有一拼啊。年轻的时候都和舞伴跳啊。啊。那只能找不着舞伴了。哎呀，可以了，我到位了。哎呀，我这个膝盖动两下，稍微有点啊，不得劲儿了。你别说，还挺喘的。你每天在这锻炼吗？您是每天在这锻炼呀？你每天几点来呀？七点半。七点半就来？哦，您家就在这附近啊？在北京。哦，就在那边是吧？这里边真好，不同的运动是吧？啊，生命在运动哈。您今年高寿啊？我现在八十了。八十了？哦，不像哎。这得快点哈。这越快越好啊！这活动肩，越快越好。我这绕一会儿就酸了。毽子可以踢起来了吧？哦呦，哦，高手都是。有点难度啊。那么你先来吧。我坐在椅子上看你啊。能带我一个吗？是啊，会不会接？哎，
不要我呀！不要，你啥鬼吧？踢他！哎，完了！不要！不许！把我踢了！你看，你把我踢了！谁呀？你让他站远一点，他不走近。行，把你踢一下啊！哎，行，我踢的菜不带我。 球拍怎么打呀？要还球吗？谢谢阿姨，你有空吗？你教教我们呗。嗯。哎，那这个，算了算了，哎，太难了这个。 哎，这是那，哦，它这么腾空，看没还不是那种沉的，是技巧的。是这个不落地十秒，它这还挺累，我觉得这甩起来。那咱俩谁先去啊？你觉得？哥哥先去吧。大爷，大爷，嗯，您这舞的是什么呀？舞龙呗。舞龙啊。 这跟别人那个龙还不太一样啊，它这就是颜色不一样。不是啊，就人家那个龙都是拿着那个棍子舞的嘛。这个健身用。我能试试吗？可以。这有什么？高水的时候抓短一点。啊。这样水，水八字。这样。知道了。哦。 把这个石头的那个甩，哎，对，还是有点难度的。我先试试啊，我看着。他得先反着甩。哎，错了，你就错了。不对呀。哎，对。 再往外甩，对，对，对，已经十秒了，可以了，好。 我歌学太快了，我必须得学快点。坚持住，5、6、7、8、9、10，可以了，正好10秒。感谢大爷。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我天哪！他挺累的。你好，我是。我是李晨，你好，你好，你好。这是巩立姣，我是那个。哦，我们是跑男节目组的。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哎呀，他就完成了呗？完成了。我现在啊，特别想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喂。他不会说话。嗯？哎，笑死我了！不是说打老头吗？我老伙计，快走！老伙计，主要沙哥这个不用打扮，我觉得啊，你们完成任务了。我们刚到，咱们过去投篮球，看谁投进五个。我们完成任务，我们走了。哦，走吧。这三个老头行。这么准吗？太专业了，找错老头了。你跟说一声，你说一块扔。大哥，大哥，咱俩一块打一下怎么样？没有，咱投个篮就行。咱们一块打吧。我说咱哥几个。老哥几个，我应该叫人什么呢？大哥，大哥，大哥，咱一块打会儿啊，大哥。这个，你跟大爷说，咱那个，这好，你就跟他说，大，我叫我应该叫人大爷吗？爷爷，咱一块玩会儿啊，爷爷。我说，咱投篮啊。我这任务打不了。不，投篮，我们就一块玩投篮。八九先生啊，对，八九先生，你先投五个球，每人五个。谁呀？我一人投五个。投了五个进一个。哎呀，完了！哎呀，还剩一把呢。投了五个进一个。两个，输了，输了，这是真的吗？好丢人啊！大爷，您今年高寿了？大爷，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呢在录一档节目，然后就是，明天还重阳节，对，就是咱一起，刚才 PK 打上篮球，咱合个影吧，行不行？可以吗？行，好嘞，好嘞。
不太行了，主要戴着口罩有点闷啊。哎，哎呀，踢得很好啊。正装的，正牌，我一看他就正牌，是吧？啊！哎，张大坏了！来！好，哎，一会儿手机看前面哈。正牌。来，来，一二三。喷子立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对，不用着急。啊！哇！我们刚才那个有几分呀？十分，十分满分有几分？差不多也就十分吧，十分啊！谢谢。谢谢。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浙江卫视？看过。你照。你们哪个台的？你们哪个台的？你们哪个台的？你干什么？有一个节目叫《奔跑吧兄弟》，你们看过吗？正牌。看了。还是正牌。什么东西？哎，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辛苦了，姐姐辛苦了。你在这里跟棵树过不去啊？撞树对腰椎好。真的假的？还有这样呢？我们走吧。走吧，我锻炼结束了，差不多了，都回家做饭了。买菜去了。买菜了。你今天还来吗？我每天都来的，好吧。你们明天还来吗？来呀。嗯。用我女儿给我买的手机给你放首歌啊。最美不过夕阳。就这样子的。不过夕阳。好臭啊。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节目内容。再过20年，嗯，这就是我跟老沙的年纪，多快啊！人一辈子就这么3万多天，对，所以一定要拥抱快乐，所有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全部远离。咱俩就挑战失败了呗？嗯，咱俩加起来跟人打一平手。但咱那球确实也不对，咱那球。不是说咱在这找借口，咱那球确实轻，啊、嗯、轻，气儿冲的也不足，你知道吗？咱不应该找人节目组球的这个借口，咱们应该找那框的借口。他框确实是人家是标准场地，我感觉标准的框地儿不太对，地不平，对地不平。怎么回事啊？一大早的，哎，这够长吗？这玩意儿这么刺激的呀！直接给你崩到那个奔跑吧里面去。你们这边像是一个比腿戏的比赛。哦，刚才忘介绍了啊，筷子兄弟。欢迎大家来到兰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刚才我们各位都在附近的公园兜了一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去的公园的风景怎么样？很好，我们那个是在黄河边吧？对，好多人。其实兰州的环境和之前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早年间，兰州就被称为卫星上都看不到的全国污染重点城市。到现在一抬头就能看到天空中的兰州蓝。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兰州人他们是背着冰块上山去种树，绿化荒山，然后到现在打造出了全国最长的沿黄河的绿化带，就是包括各位去的两个公园在内，一共有16个这样的公园，真的是让我们的母亲河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接下来每一趴都会有我们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朋友跟你们合作，
关于怎么选择的提示会给胜队，晨儿哥的完成的用时更短，所以我们恭喜绿队获得了第一趴的胜利，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提示。就这是我们的信息，对，不能给对方看，不能给对方看。非常，你这就跟没看没什么区别，是个人，对，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词。就选点男的呗，让你们。也不是，说出来吧，我帮你分析分析。就你们这几个人，你看，就是长得帅，是吧？长得帅、啊，长得帅的。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参与本轮游戏的朋友们，让我们欢迎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也是兰州市民兵应急营水上搜救排的朋友们。他们主要承担了黄河兰州段水域应急救援等重要任务。今天要玩的游戏也都是他们选出的最想体验的跑男经典游戏。十个人是吧？都是帅的。那个李晨他们组给的提示是找帅的，李晨没选的，你们就记恨他就对了。请各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江志晓，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驾驶员。大家好，我叫朱熙，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忘了，但是不是搜救排的，还是今儿早上刚来的？今天穿上的临时演员吗？第二个，你想想你到底担任是什么，你现在还有时间想想。我这一趴是那个判别真假，判别真假，有混在里边的。几个假的？有假的。一个呀，出来。就一个假的。大家好，我叫朱熙，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等会儿，你肯定是那个假的，你真的，你说你是不是今天早上穿的这身衣服。我们找到了导演组，你们告不告诉人家到底担任什么呀？大家好，我叫朱熙，来自兰州水运集团，我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联络员。啊，联络员，好，搞秘密工作的，所以就是有点比较不能公开。难怪不好说，对不对？不是，因为很长时间没联络过了，有点忘了啊。大家好，我叫滕路源，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驾驶员。我们前天晚上的船是您开的？是我开的。哦，那个船飞快、啊、还掉头呢。对。大家好，我叫张新忠，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潜水员。大家好，我叫李彦军，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无人机飞手。大家好，我叫蒋芬丽，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潜水员。潜水员。记住了吗？我们可以先挑，对吧？我们的线索是需要找反应够快的人。联络员显然就留给你们了吧？联络员反应才快呢。对，他得第一时间联络。他只是口齿不快。他联络好了之后，你的驾驶员才能过去，然后你的搜救员才下去，你知道吗？那联络员一定留给你，好吧？我们就选联络员，我们就选联络员，我们就要联络员。好的，那联络员先请出列。不，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再考虑。要，我们再考虑。要，就要联络员，就要联络员，请就位。好，来。我跟你说，这所有人里面就他一个联络员，他绝对有他的特殊技能。那我们就选无人机操作员和第一位这个潜水员，好吧？你们再选一位。我们再选一位。我们选那个刚才提醒联络员的那个哥哥。行，听你的。好像是这位。可以。刚才联络我在。我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联络员。刚才联络我在恭喜你担任的工作。恭喜你把两个假的都找到了。就他俩昨天被提了，这是联络员背后的联络员。对，后面那个联络员。不，联络员。这是联络员的提词员。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游戏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你要几碗牛肉面，请领取任务卡。游戏改编自第三季西安美食特辑你要几碗胡辣汤，两队分别派出两位成员坐上飞椅，剩余八人交叉站成一排，
按照爆出的牛肉面碗数依次下蹲，一旦有人出错，对应的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获胜。啊，他说他要三碗牛肉面，让我们三个人都蹲。咱不蹲，咱是坐椅子上那个。所以露露是一直很期待飞椅是吗？对，我最期待的。都想说我要赶上这个飞椅，我说那你来啊，那行，我要赶上我就替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还另外一个人也这么说。那不对应的人错了，我们就不飞是吗？对对对，只有你对应的人错了，你才要飞。啊，那你把晨哥换给我吧，看着不太靠谱的样子。有人告诉你我是游戏黑洞吗？你是他，不是我，没事。我看出来了，不用告诉我。白露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化妆了，今天就给你卸个妆。紧张吗？我还说一句，我感觉坐这比弹出去紧张，是不是？真的。好，我们准备好了，来，你要几碗牛肉面比赛正式开始。好。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慢了。嗯？谁慢了？你。没慢。你慢了。你慢了，你慢了。我蹲了一蹲。确实是慢，确实是慢了，对不对？导演，导演，是慢没慢？慢了，慢了，慢了。弟弟准备，弟弟准备。啊？怎么？啊，来了！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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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刺激！我好好玩啊！你是不是想玩啊？你不是说好好玩吗？试一下。我看别人这样玩，爽不爽？你别玩上瘾哦。那我们第二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来，开始。七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哎，这慢了吧？三碗牛肉面，这慢没慢？这绝对慢了。没有啊，这慢了吧？看见了吧？这慢了吧？看见了吧？你慢了，你慢了，你慢了，确实是慢，这必须飞，这不飞，这慢了吧？哎，发之前告我一声啊！我头回见沙哥没狡辩，我真的。胡子都得走，胡子都立起来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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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是有没有点脚吧？在前我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你下次带着救生圈往下跳。你没事啊，小心点。没事，我们有救生员。好玩不？想感受一下吗？要不你们把衣服脱了来一下，来一下。不，我们主要下水想找点啥。你把我刚才的帽找上，找上。你老走啊。好了，我们可能难度会增加一点啊，请各位集中精力。来，六碗胡辣汤，六碗胡辣汤。什么六？怎么说？六碗胡辣汤下去，赶胡辣汤了，下去。什么六？怎么赶胡辣汤了？六碗胡辣汤下去，下去，起来坐着去。六碗胡辣汤，你这是？手机是啥？拿出来，手机了，扔不扔？六碗胡辣汤。
sorry。我刚刚多认真的在蹲，你知道吗 ？Sorry。来，准备，七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哎，三碗牛肉面，哎，郑凯妈妈，联络员要下去喽。联络员，我对不住你。联络员会不会游泳啊？关键是，关键他不是搜救员，是联络员，怕进去以后联络不上了。最气人的是，人家搜救员在旁边乐，真的是太过分了！你们这个为了弥补我刚才对联络员的行径，哎，我来。好，来。你好好蹲啊！这个难一点。田总，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象让我下去？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来，请准备五碗牛肉面。哎，等会儿，五碗牛肉面，你是第六碗。五碗牛肉面。你是第六碗，凯哥，请准备。凯哥，他，基本上我们黄队包干了。哦哦，这一看就会游泳的潜水员，潜水员，开玩笑呢，水中蛟龙。还行吗？真好玩，他说真好玩。还想玩不？还想下不？是不是没事？玩一次是吧？快上去吧，快上去吧。还想来一局？来吧，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什么意思？白鹿，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没有没有没有。明白了，这个信号我收到了。不要不要，咱们开始吧。但别故意输啊！哎。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哎，好，来来来，演的真实的啊，演的。请准备，六碗牛肉面，几碗？六碗牛肉面，几碗？几碗？再玩两把，你试一个，你试一个，你再玩两把，秦老师试一个。我刚没听清，真的，我刚没听清，真的是，我没听清，我要听清，我绝对，你绝对不能再下去，你相信，你再相信我一次。怎么样？内斗了，内卷了，精彩不？精彩吗？来，好，各位请就位。请入座。他这把不可能输。白鹿能听清吗？能听清。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不用。来吧，快。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请准备。等。没事，白鹿老师能听清。我不像你，我不会这么故意，好吧？来，请准备。
开。什么？我不服你不会弹我的，对不对？别把手伸起来。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等一下，等一下。你把手放心上。我知道了。等一下，我手都麻了，现在。你这就等着你们的。哎呀！飞一会儿的感觉，让秦老师飞一会儿。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太突然了。我好开心啊！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太适合他了。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还好吗？灵魂回来了吗？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爽吗？爽。你快入座呀，请入座。啊，请入座。不对呀，请入座。不是一人一回吗？这。来，我们继续了。请准备：3碗牛肉面，5碗牛肉面，7碗牛肉面，8碗牛肉面，4碗牛肉面。哎哎。哎哎哎哎！谁？你们伙儿，你们伙儿第一个。4碗牛肉面，4碗牛肉面。这不是我啊！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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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他呀。他，你是我吗？你不是他吗？他是你。那谁是李？后两个是我们俩错一回。来，很像那个孙悟空《西游记》片头蹦出来的那个。真的当然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一下。我待会儿，确实，我待会儿。爷爷，你还要坐上去呢。你来这儿待。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绿队内卷，内卷。注意力呀、啊！你来这儿干嘛？啊？不是注意力，注意力，注意点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城市接龙，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再加一个新的城市。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准备好了，来，开始。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河南是个省。河南是个省。来吧，飞吧。飞吧，飞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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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哎！
晨哥开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厦门，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横店。横店也算城市吗？是啊，它是东阳。不是。啊，对不起。横店是个镇呐。你归了包堆就惹这么几个地儿。东阳市横店镇。你知道是你说错的，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忍不了。去吧，钱总。报应啊！来吧。哇，180旋转。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1、2、3，好的，非常完美的起跳，加持，再看回放，有，难度是5.2的动作，整体180。用力，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就是这样，不用了，没必要，没有必要。没事儿，没有必要。我跟你说，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已经快练会了。下个目标要练360，多让他练几次。哎呦，你还知道哪些城市？挺多的，其实。李，挺多的。你算算哈。来，从这边开始。兰州，兰州上海，兰州上海石家庄，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北京卡了，坚决的老秦的，哎呀，我不要玩了，脑子里城市很多，金华不刚说。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那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是金华还是东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横店？他要再说一横店，我更来气，真的。360度，太厉害了！综合两个游戏，恭喜黄队获胜。黄队获胜，你来辅导。我们队输的心服口服啊！感谢参与我们游戏的水上搜救牌的朋友们。现场观看这个飞蚁的感受，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吗？过瘾。他说是现场氛围比较好。对，氛围比较好。对。电视上看感觉没有今天这么刺激。对。电视上没有看到这个内卷的全过程。对。接下来呢，我们要乘车转场到下一个地点，下一个游戏和文化相关。然后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出版行业的朋友们，他们已经在转场的车上等大家了。导演，你抓点紧，我这吸着呢，对不对？一直没喘气儿。留在这儿，是这个总管的那个保留。提点。一二三，搜一个。这就松着呢。真的？我不信，我不信，我也不信。挠痒，我孙悟空给你，搜一个。你们也会同样获得这个提示词，请沙哥领取任务卡。快走上去，快！
提示词阅读量好，就这点儿。咱们的提示词。哎，谢谢啊，谢谢。谈谈，好不容易赢了。主要是大脑缺氧，知道吗？吸着缺氧，吸着大脑缺氧，忘了这是给咱的了。走吧。你好，哎，老师好，太荣幸了 ，baby， 哈 ，baby 你好，baby 真的脸好小，哎，我上来的时候怎么没人说脸小啊？人家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陈哥好，白总好 ，hello， 分配了座位，老秦好，快坐，小哥。哎，你们相互介绍一下呗，咱们。各位老师好，我是《读者》杂志社的文字编辑。文字编辑、啊。对，文字编辑。好，这是领导了吧？看我年龄最大啊！不，就是我气质尤佳，尤为是，我是温斌啊，杂志社我之前负责校园版，面向青少年的一本杂志。我们不是要挑什么阅读量最大的吗？博览群书，这里得看你领导。我们阅读的这个稿子的量非常大的。您看那个杂志不是半个月出一本啊，只有七八十页，但是我们为了选那五六十篇文章，每一期啊，要总共从20000多篇文章里头选，对，每期都是从20000篇里头选最终那五六十篇。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学业阅读。领导没跑了，我们赢定了。我们好像是要选俩人是吧？文字编辑，文字编辑。阅读量那只能找编辑的，对吧？只能找我们编辑部的人选。对，我叫马一晨，我是一位编辑，平时主要负责内容编排和文字校对工作。我叫南恒山，我也是一位文字编辑，主要负责文章的审读、选稿以及后期的工作。下一个环节可能是跟文学类的相关，捏得死死的，找你俩了。对，好吧，我们这边出了一本书，叫做《河西走廊》。另一本书上有一句话叫“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貌都在这里有所呈现”，就指的是河西走廊。对，你们来兰州落地的时候，机场附近就有一个丹霞地貌了。嗯，是你拍的那个吗？我拍了，我来路上一直在拍，都是这种的。哦，沟壑纵横的地形，是的。有点像核桃那个表面，形容的非常准确。那个凯哥，我想问一下，你这一次来兰州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我跟你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吃牛肉面。我来了3天，吃了不下5碗牛肉面，真的，我都怀疑我上辈子应该是个兰州人，因为我太喜欢吃牛肉面了。而且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想开一个牛肉面馆。生意不好做，我跟你说。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杜小满金融 APP， 小生意人开店、装修、进货需要资金都可以找杜小满周转。利息便宜，到账快，还特别给力。给人家稿费不够了，也可以找杜小满。杜小满金融。来吧！乒乓球。乒乓球。欢迎各位啊！大家看到乒乓球台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跑男经典游戏？看字儿呗。好，看字儿，对。看字儿。就是乒乓球上写字，你要在乒乓球上看到那个字。我们选出来的两个近视眼。我先问一下，如果这个游戏啊是两个人打乒乓球，然后乒乓球上写了个字儿，你得看到那个是什么字儿，有信心吗？没问题，有信心。漂亮。我们在这里进行的第三个游戏叫做火眼金睛。本轮游戏改编自经典游戏乒乓球闯关，在裁判打乒乓球的过程中率先答出球上所写的内容队伍获胜。这个游戏也是我们出版行业的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既与文字有关又能有效地缓解肩颈疲劳。接下来请两组选择出战的三人。我眼神好，但我不一定认字儿。
是不是有万一那个字很难？对，就怕那字不认识。那给你们一个编辑好不好？那谁跟我？那你就让那谁跟我们对，让他俩掐架，来个拉架的都没了，拉架的都没了。好的，那我们有请裁判就位。你这打得特别好吗？还可以吧。你可以说你不用打那么好。刚从日本参加完回来是吧？参加完奥运。哎呦我天！第一局开始。这能看清？这是字吗？文，广场的广。月。你德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慢点，慢点。太快了。哇塞，这个。暂时没看出来，反正肩颈是活动的。一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先晕球，现在不行。给个面子，给小高球走。度度，恭喜回答正确。停。啥？恭喜绿队度小满度。你是怎么看见的呀？看过来，正好迎着我，就看到一个度。我们太差了，加油啊！加油 ，baby， 加油，加油，沙哥加油！我天，这还戴眼镜好使。接下来第二题，准备开始。中。日。约。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哎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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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可能上面我眼神好，我眼神好，拿手里你还看不见，偷题都没偷明白呀、啊、刚才跟我们队里队员说我这眼神好，看还看晚了。你是隔壁队的吗？你啊看哪儿？扣一分。哎，那个不要扣分，他不是我们队的，送给那队了。哎，我们不要，凭什么塞给我们蛋和白都分不清的人。下一轮开始。哎，哎，你看见没？山哥，你负责控制他啊。丁丁，热，风，热日。什么？喜欢搞我？小声点。啊，冷冷冷冷，勺，勺子的勺是。几？乙。哦，恭喜回答正确。哎呀妈！哎呀！你走开！你不要站在这儿！你这黄队在这里，你这人好烦。没事，我们这儿老有捣乱的，你知道，不让人看。我自己也搭进去了，我自己也没看。你也看不见呀、啊。下一局开始。这个字有一点生僻。四毛。毛。甲。赤。赤很接近了。赤长啥样啊？赤长啥样？赤楚。楚。哦，恭喜回答正确。哇，我都不认识这字儿。就是慢慢行走的意思。对，这个是处，是是他的另一半，是把行走的行拆成了两半。行走的行啊，银行的行拆开，拆开这个不叫双人旁吗？是右边的处。我老师没有除了双人旁以外，没有告诉过我他还有读音哎。啊！对不起了，主编，我把眼镜摘了。这玩儿，玩儿，千万完全看不清。那么我们山老师的也摘了啊，山老师也摘了。对，公平了，老师我也不打扰你了啊，我上这边来了。
你试这个，你试这个，这个不行，这不行啊！我这五百多，这不行。这个跟这么写，这个可能度数太大了。哦，这数字太大了。哎，关键是我们带这个稍微省一点，但能带。你那度数太大，带他的度数太大了。我看你。哎呦！哎呦我的天！划过来，划过来，好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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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放过去，给给给。对对，那不等会儿吗？我就不应该信他的。数数数，我自己来。下一局，请准备。龟。看个图那是什么？哎哎。摇摇。这不能算，这摇摇。白鹿先答对。最后一题，请准备。开始，开始，来，哥，跟他拿着你。货干，货干，女女，小琴，你可以挡住他眼睛。你不用挡，这我都看不着。哎，这不是守护的护吗？你告我是啥？不虚虚，不知道。我们就这个机会呀、啊。这个字有一点生僻，那完了，那完了，那不认识。钟，乳，乳。念哦，好，恭喜白鹿回答正确。耶！什么东西、啊？你说什么？念，二十的意思。文化人啊。白鹿，念是自己看到的吗？没有，是听到的。干。很接近了，生僻字，念，是不是念？念念念念念念念，你们场下答对没用，得场上的人说呀。哎呀，下一趴的线索是奖励给胜队的。哈哈，我们应该没有他们那么那个，我们上次都念出来了，你念出来吧。念出来，念出来啊！念，关键那个提示也没什么意义。颜值，颜值，那还比吗？颜值，颜值，真的是颜值俩字吗？哎哎哎，不是，我看一眼，真的是吗？力量，力量，下一趴是力量，是吗？力量，举谁呀、啊？来，举谁呀、啊？来，不是，举谁？关键是。你把这给我，当我拿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组就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你知道吗？怎么说呢？就是，咱俩都筷子兄弟了，咱俩都，你俩筷子兄弟特别有力量，是吧？别看瘦，我们一身腱子肉，真的没毛病。那下一轮与你们一起做任务的朋友们已经在下一个场地等候大家了。奔跑吧，黄河！哇塞，有！喂，大家好！我的妈呀，不会是拔河吧？哎，没准儿。哇，真是！大家好！杨洋，我感觉到了娇娇的主场。对，拔河嘛，你赢了，你赢了。欢迎大家来到兰州新区甘肃省体育馆，在这里要跟你们一起合作的呢是来自蓝石集团的工人朋友们，欢迎大家。蓝石集团，大家好，我是来自蓝石集团党委宣传部的马潇。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团队呢，由我们蓝石集团各个板块各个单位的精英们，其中呢向大家介绍几位我们年轻的技艺精湛的工匠。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刘云。刘云呢是我们蓝石有名的三代传承的劳动模范、wow. 他的师傅呢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师傅的师傅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到他这儿呢也非常了不起，是我们甘肃省的技术能手和甘肃省的劳动模范，他的岗位是数控车工。大家好，欢迎欢迎。
然后有请我们三名电焊工的高级技师，还有他们三个分别叫张辉峰、王伟和刘自飞，他们都是电焊工岗位的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工人岗位上相当于教授一样的职称，非常年轻都能做到，非常了不起。然后他们本人呢，现在也是我们甘肃省的技术能手跟技术标兵。欢迎欢迎欢迎。最后一位是我们非常年轻的一位工匠。您今年我20岁。这么年轻？20岁。丁丁是几几年的呀？是2001年。01年。哦，比我们最年轻的都小一岁。2岁，我99年。他非常厉害啊，他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技师了，就刚才说的高级技师是教授，他相当于副教授。哇，那你这是童工啊？不，童子工啊。童子工。他还获得过我们甘肃省的振兴杯的第一名。在说规则之前呢，我们先有请我们获胜的队伍，按照你们获得的提示选择16位队友力量。这边有5分钟的选择时间。小度，我在。倒计时5分钟。5分钟，计时开始。哦。什么？哎，我们先把他选了吧。先选这个，对对，能跑能手。我先选4个男生。这四个，我挑这四个。那我选4个女孩呗。女生，行。好。自动就分配了，不用选。弃暗投明的我都选啊。看看他们咋选的，我们好有对应的方案。对。那我们就10男6女。10男6女啊。嗯。我们全男的。咱全男的不够16个。啊，不够。5分钟时间。哎，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有这个小度计时，说一声就能按时提醒，真的特别的方便。接下来本轮的游戏也是我们在奔跑吧当中的第一次尝试。黄河沿线我们看到过众多关于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鼓是华夏精神的象征和力量的表现，所以本轮游戏就和鼓有关，请上前领取认可。去吧。敲鼓还行，拔河我有点不行。其实是个文艺的敲鼓。对，每队20人，每人牵拉一根鼓上的绳子，合作颠球，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向终点移动，每队3次机会，成功挑战最长的距离的队伍获胜。大家有20分钟的训练时间，练习计时开始。我能发球吗？来，我们先让他这个鼓弹起来。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就从这儿是吧？鼓太大了，鼓太大了。1、2、3，放。轻点，别弹哦。啊，咱别用力，就让他自己弹。那就我和对角的，和我们年轻的00、01、00后，好吧。然后呢，保证我们往那边走，咱俩就往这边方向颠，好吧？对。好吧，来。咱们先练一下。先练一下。来，就让我俩弹。好。别人就拉直。1、2、3。哎呦！来。走，哎，哎呦，喊起来，忘了啊！你是他们队的吧？来，又开始了，是不是？来，你不要砸，你就扔上去就行，就是放松，把它再往中心点，你往中心点，对，放，松手，来，松手，来。这发球的人很重要。尽量轻点啊！我给大家喊口号了，准备，跑，走，跑，哎，就这，别颠，其实我觉得不用颠，我也觉得不用颠，我觉得还得先统一口号，来，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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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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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因为你一二的时候跟他的频率对不上，所以我觉得呢，没有一和二，其实只有心里的那个他下落的快乐地图，大家弹一下，是不是还是使劲儿一点？咱们让他抬得高一点，对，还是高一点。好吧，来高一点，咱们再试高一点，来高一点，二三，走。他们那边颠的也高。不，你想象一下，如果他砰一下弹得很高，等于就是我们所有人得追着球跑了。对，颠着就颠着，颠不着就颠不着了。一下两下直接到终点？没可能，没可能，我觉得没可能，还是要慢慢的稳妥一点，稳妥一点。对。来，我出来，开始。走，往前走。少给点。走，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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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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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边走。可以了，一半了，一多半了，分之一了。预备，开始。颠的人颠。走。赢了，不练了，不练了。哎，可以开始了。歇会儿，喘会儿气，喘会儿。咱这团队又有天赋又刻苦，这不说歇就一直练。他们不行，他们还没掌握那个。您保持稳定，我来试这个，因为他是往那边走。一、二、三，走。哎，没接住，因为他要往这边偏了，你记住，对面的人是推不过去，只能你们这样的人往这边拉，这个力量使匀就行了。可以，来。哎，太快了，没过去。没。哇，可以，不是，又，怎么老往这边偏是为什么呢？训练时间到，我们上一轮获胜的队伍可以选择比赛的顺序，那让他们先来吧。他们先来吧。好，他们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黄队第一轮想要挑战的米数是10米。我给你们量一下啊，这儿是10米。10米。15。15在这儿，小凯，咱们队员都说15，好，15。补充一个规则，就是因为发球的原因，不超过5米的都可以重新挑战。没超过5米就重来，集中精神就咱的打法啊，咱打法。预备，开始了，走，一二，慢点，一二，走，慢点，别说话，别激动，慢点，一二，多报5米，对了，你这。接下来轮到绿队，第一轮挑战，请问绿队的目标是？我们刚才的队友说15.1米，你15.001都行，就你能算出来，赢一米反正都是赢，是不是？那我们就保险一点，16米。好。绿队第一轮挑战，16米。
走。慢点啊，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吴明，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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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往回来，往回来，往回来。听我说，往回来，往回来，过五米不要了，不要了，不顾好五米。我操，这个这个招行啊，不要了可以啊。第一个状态不好，明白。出发感觉不对，这感觉好，咱们再走啊。感觉好吧？真的吗？不要了！这把成了，这把成了啊！这个好，要不要啊？要不了，要不起，等会儿要不起。我插一句，这怎么有点像练习的？这师傅你怎么的也得开始了。来，玩的透透，咱玩规则呢，不好就不去啊。来，准备，来。左一下，走，颠一下，走，左一。走，挺好的，挺好的。走，黄队决定第二轮的挑战距离，20吧，20，保险点。我再给你们量一下，可以在五的那儿试试看。咱们也先练几个啊，稳健一点的话就20，25稍微有一点冒险，略微有一点冒险，这是22.5，也行，22.5，这么猛吗？预备开始，慢点，一二，对，不要了，鞋都跑掉了。哎呀妈呀，为了22.5鞋都不要，多多少少后边我有点被味儿熏着了，要不然就到30了。请绿队确认第二轮的挑战。23，好鸡贼，太鸡贼。绿队第二轮挑战23米，开始。你平衡一点，来。啊。
别着急，别着急，不好，还差不多，走。慢点，走，慢点，走了，这边。恭喜绿队第二轮23米挑战成功。请黄队确认第三轮的最终轮的挑战。来吧，三十就三十，背水一战了。不是30米挺难的，这把如果没成绩，我们就不用比了。你知道，我们就胜了。黄队第三轮挑战30米，请准备。预备开始，起！一二，慢点，走！1、2，慢点。1、2，慢点，走！1、2，慢点，1、2，稳住！1、2，好，1、2，好，特别棒！太鸡贼了！输了，可以，最终获得了本轮比赛的胜利。绿队的成员以及我们工人朋友们每人都将获得我们奔跑吧节目组定制的金色名牌。哇，这个帅！老秦，你这回没白来啊。我有绿队的工友们的金名牌，我们会统计好，做好了之后邮寄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还有可以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得到这份定制的心意，大家可以一起来挑战。来，请上道具。哇哦，大锅！我的天哪，这么大！哇塞！正如这首歌的歌名《天下黄河99道弯》，我们今天在黄河边要迎来的终极挑战，就是在场的99个人共同完成同心击鼓66下。这个大鼓大家只要原地击球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求大家有位移，我们不做距离上的要求，只统计个数。多少个？66个。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各行各业的跟大家一起共同完成挑战的市民代表，有请水上搜救牌的老朋友们，有请。我的联络员来了吗？来了。出版行业的朋友们，欢迎兰州歌舞剧院大梦敦煌剧组的演员朋友们，欢迎。最后再次请出我们所有蓝石集团的工人朋友们，欢迎。好多人啊。咱们其实做过很多次这种集体的运动，我记得在河南吧，好像也有一次那个300人跳绳。
所以今天大家又一次跟我们做这样的集体活动，其实是特别燃的。大家有没有信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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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有没有？接下来给大家40分钟的练习时间，如果你们觉得练习好了，可以随时举手示意开始挑战。好，我们直接开始挑战。真的假的？我们现在先把男生跟女生各一半的分开，好不好？两边岔开，站成一圈，圈大一点，圈大一点。我们先把鼓拉起来看看吧。好，我们先一起把鼓拉起来看看。哇哇哇哇！来了来了！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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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要了，要不了要不了，真不要了。来，我们先让他这个鼓弹起来，点起来。轻一点，轻一点。我觉得可能不能太用力，不能让鼓砸到地，至少。啊，那边低点，我用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拉紧之后呢，稍微有一点这种前后左右的微调，就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那种。就是99个大闸蟹是吧？对。咱们这次要不要走一条试一次？可以啊，先找找感觉。好，走。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往右一点，6、7，小碎步啊，8，小碎步，9，好好别动，10，往右一点，哎，左边左边，中间，往右一点，10、11，啊，11，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要有一个人指挥，因为。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大家往那边一点，往这边一点，还是往这边一点？我呀，我刚指挥了，没听见。听不到的，你得站在那儿给大家比手势才行。那是不是得站到上面一点？那个人最好的一个位置，大家都能看到，就是他站在鼓上。然后那个人脑袋顶着球，这个不行，有鼓破了，你像蒙在鼓里啊。然后陈哥，你拿喇叭。这样大家听得清楚了吧？漂亮！我上去给你们看一眼啊，试试行不行？来，准备。等一下，哪里是哪里？我来手看手啊。谁不会看你？谁看你？喂，要看球啊！好，那我这么说，谁看你？我这么说，沙溢方向。好，好吧。那这边就是老秦的方向。那边是 baby 的方向，这边是白鹿的方向，然后这边是郑凯的方向。我给大家举，大家能记住吗？好，来准备，准备，起起起。好。2、3，来。沙溢方向，沙溢方向。往那一点，往那一点。沙溢方向，沙溢方向，还往这儿。咱们是在玩拔河吗？哎，我有个问题啊，那个球啊，一直都是往那边走的，所以那边是劲儿小的，这边是劲儿太大了。那咱们这边都是搜救队的，那劲儿能小得了吗？你看看。所以啊，搜救队的两个去那边，跟那边两个女生换一下，换过来。对，这样平均一下。好，可以了，准备，起鼓，走。来，不要，等一下，等一下，不对了，不对了。还有，我来换人吧。你们俩跟我来。好。你们俩跟我来。哎，姐姐，你去那边一个，你也去那边一个吧。对，你到那边去。然后你往我这边走一点。准备。左一点，左一点。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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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溢方向，沙溢方向。不行。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调一下位置，您得稍微站过来一点点。对，这里密一点，站密一点，那边人站得太密了，所以力气就大。对，往那边走一点。站，你们可以稍微站松一点，这边。准备好了吗？往这儿，往这儿，往这儿。小碎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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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碎步。白龙方向，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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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龙方向，沙溢方向。好，好，好，好。十三，十四。站得稍微平均一点，这边站得很密集，这边有点稀疏。准备开始。一、二，很好啊，很好。四、五、六、七、那边、那边、白鹿方向。对，白鹿方向。哎呀，为啥呀？要不然那个，我找个女生上来指挥吧。我下去，我这把子力气不使劲儿，我觉得难受。对呀，我这不使劲儿不合适啊。来，起。来，一二三，起鼓。好。来，起。OK， 走。好。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往前，往陈哥那去。钱呀！起呀、啊、起呀、啊，往凯哥那儿，往凯哥那儿一点。起了，好，起了，起了，好，哎，再往陈哥那儿一点。好，起了，好，起得了，高一。陈哥那儿，陈哥那儿。陈哥那儿，陈哥那儿。就快成功了，就快成功了，就快成功了。来，预备，起鼓。来，三、二，别着急，别着急。三、四、好，往陈哥那。六、七、八，往陈哥那。九、十。好，停。十一、十二。没关系啊，放心，今天剧组管饭，别着急。三一，三二，三五，十七，十八，十九。不免就没力了，要不要歇一下？休息五分钟，休息会儿吧。休息五分钟，休息五分钟，休息，休息一下吧。原地休息五分钟。如果你们觉得想商量一会儿，再商量一会儿；如果累了，随时可以休息去吃饭。行，好，你们一起。那，咱们这样啊，咱们先挑战一次，然后大家的饭也都来了。现在如果成功了呢，咱就成功了；要不成功，咱们休息休息，吃个饭再来一次，好不好？同意同意。
好吧，就这一次，今天挑战一次啊！加油，加油，加油啊！不要害怕，大胆的走，大胆的走都没关系。就快成功了啊！50都来了，60还远吗？好，预备。拉，拉，二，三，四，五，六，起，往陈冠上去。八，啊，急急，往后退，十，别怕太高。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20，不行，没位置了。这边高一点，40，41，没劲了。高一点，往沙溢那边走。5、3、5、4、5、5、5、6、5、7，这边高一点，往沙溢那边，往城里去，往前走，往前走。项目我最喜欢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参与的这种项目，就是人多的时候啊，真的有那种一定要赢的那种燃的那种感觉。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环节，有这么多99个人一起，啊，刚才真的是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很想赢。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都在磨合那个默契，到最后一把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彼此那个点，然后有一个拧成一股绳的那个劲儿。做完66个之后呢，大家都没有任何商量，然后所有的人都在挑战更高的难度。一百个，加我！喂，一定会成功的，只是时间问题。今天最后成功的时候，我也是小小的泪目了一下。这样的画面曾经在跑男
七八年的录制当中出现过几次，今天就是其中的一次。今天这个项目跟我比较契合吧，属于那种体育类的，然后我也感受到大家那种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还有一个是更团结。我就今天来录制这种感觉，就一个体验，中国人是最团结的。我觉得大家在一起，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就战无不胜。怎么说呢，建党100周年，刚好我们做了一个100次的这么一个颠球，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联合独播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观看。上新华网搜索奔跑吧黄河篇，关注节目精彩故事。本期节目联合微博开启黄河篇看黄河，助力计划玩法，多种议题讨论场、视频才艺场，即时活动、人文科普场次不定时派送。上微博参与节目讨论，与嘉宾一起长知识。关注新浪娱乐与新浪综艺奔跑吧黄河篇节目精彩内容早知道。来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奔跑吧黄河篇，关注热点资讯与精彩视频。打开百度百家号观看奔跑吧黄河篇精彩内容，登录腾讯视频微视搜索奔跑吧黄河篇，关注节目精彩内容。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知名剧场、苹果娱乐、超级艺星网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打开抖音，关注奔跑吧官方账号，看更多节目精彩视频。